现在天就是越来越短，一会儿天能黑了。完了，总是给它送，咔送过去。看着一步的一猫看过来，还是挺沉。刚开始扛是有没多直，感觉扛时间长了都有点扛不动了。就说能回去不能回去是啥的，这个那我能开车回去，这冷了你那啥了，你又回去。可不是，人家回去冷的这两天挺冷，不是冷的，就是啊。琪琪，叫大大来，大大转来。嗯，俺家长得俊的，一张一字俺家，长得又俊又白，穿花裙子儿，穿花袜子。看你那头发乱的，你那是时尚的琪琪，是不是？我怎么对着话给你奶奶那夜班视频，我看见你了，啊，没事吧？没事，那挺好的，在家里现在地也没活了，光的我在家里那啥嘞，也那么冷的。哎，我看见你那手凉的吊的贵呀，我说的。没事的。那俺在屋里吧，俺就忙还是暖和。哦，屋里暖和。可不得，外边那一干炕嘞，光说的冷的，俺家我你那说凉的，这两天挺冷呀，这两天。嗯，就是挺冷，只要在回去那家里就是冷，俺那手一天就没有家那啥。你要是待在这冷啊，还是热乎？你要是在那外边一出去嘞，就是冷哎。嗯。哎呀，那个就俺这吧，我说你爷给俺奶奶家都那个健康了，俺俺放心。就是他们身体壮了，咱都放心。哦，就是说那的，我看俺说怎么在家里给伢说蒸包子吧，给伢这啥玩意，怎么还是不白吃？就是不是？俺奶奶家也不行，反正人家这种伢在家没时间把那搁那拿接双面就是。啊，那伢这个你。人家歇不住，你这来呗，有点活儿，人家我也挣点活儿，你这来呗。人家那人是挣活儿的人，你这来呗。就是，我是。啊，人家那个，等俺们。十来万块。啊，这社会要是提提我了，你交了，给咱多少十来？哎，那手凉的，我说的。这是不凉了，没事的。咱这种扛那个，咱这都不来，这手。没了，老沉了呗，光说的，沉拽拽的，光说的，俺扛的，光说的。没事的，衣服老板放楼道。啊，行了，衣服老板放楼道。反正不能往这。对了，还那啥，你叫大大吃个苹果吧，给大大摘点。
大大吃一个苹果吧。大大不吃个，你吃吧啊。你吃吧哥，嘿，哎，琪琪越长越漂亮，而且还特别有礼貌，是不是？有礼貌，有礼貌啊！哎，琪琪那是可有礼貌了。你不要爸爸，你吃吧。